就它的它的味道的各种浓烈程度要更重一点哈。嗯，谢谢老婆。咦，我自己都肉麻了哈。之前都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榴莲，今天换一下，榴莲老板这个小贩他的榴莲生意经是怎么样的呢？带你一起来看。后来钱收到了吗？我太太问那个，因为我们比较担心嘛，那个不太正常。回去都到了。好，那就好了。需要回去抓紧吃榴莲才不会怎么样。慢了，慢了。你们榴莲是从哪里？霹雳吗？劳务嘛，对吧？哦，自己有园子吗？榴莲园的。有榴莲园啊？你们自己的吗？哦，榴莲园还没去看过呢。没看过哎。啊。现在他们做了很多，去有些是吃榴莲啊。他们做的特别的是说在那边。好像有 camp 这样给过夜这样啊，去玩了，玩的没有的玩的啦，只是说我们吃一下在那边啊，吃一下榴莲园里面租一点啊。我们主要就是觉得你这里不是很贵，但也蛮好吃的 啊，因为以前都是去 SS2 吃嘛，太贵了啊，不好吃，贵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，他们很多榴莲档都是价钱贵，但是不好吃的。啊，都是自己去。但路边那种，一般，就马来人的，我们也不敢买。卖的是那些毒种啊，毒种，我们叫做毒种榴莲，毒种原生的，没有结过种的。哦，巴拉壳的啊，它叫原生。哦，你们是要就是嫁接过那个种子，第一个种子哦，它没有结过第一代啊，我们这些全部种。哦，就是你们是改良过的，就会比较好吃。哦，这样改良过，全部改良过了。哦，这样的。科技不同，他们马来们卖都是这样啊，卖的是度啊，啊，因为也不知道哪里好，路边那么多，不知道哪边好吗？你要买榴莲，你要买那些比较档口大一点啊，不会跑的档口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好像我们在家里的，我就做到最好的榴莲哦。如果你做不好，人家都不来买榴莲。哎。如果你在路边呢，就没有人来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他做到不好不用紧嘛，他明天都不来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要做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这里我们之前没看到过，你们就是一直看到的啊，卖了，平时都卖吗？招牌一直在，但是平时没有的。没有什么卖的。对。哦。才开。那不卖榴莲的时候，别的地方我们也不做啊。啊。全马也很多榴莲呐。啊，对啊，太多了。但是别的地方不好，我们啊，没有好榴莲没有卖。那不卖榴莲不卖的。那你们不卖榴莲的时候卖什么？有做东西要装修啊。哦。做的啦。哎，我觉得大马是副业喽。啊。大马做装修的人很多啊。对对对。屋子多吗？看人家的榴莲美美的。哎，很饱满的感觉，很新鲜的。要胀破了感觉。嗯。你要买榴莲啊，你要买那些比较大的仓库。不好就不要。哦，这个不好。嗯，可惜啊。下来没见到。哦。外面的。就要不要给客人。对对对，我们有一次就是买的不好，还要去换。要这样子干干的。对啊，这种好。嗯。不好，你就放在后面就对了。这水水的，你要拍一拍吗？啊。不要看。不好的就算了。不好，它味道很好。啊，味道好。是不是就带酒味了？啊，对。啊，好像这样干干的。这样的啊，有起皱纹了，哦，嗯，还好，比较熟了，已经比较熟了，好像这样的，嗯，马来西亚榴莲要这样的，是，这个在中国卖的很贵了，啊，中国啊，没有这个种，这个再不要的了，啊。有点硬的哦，有正的，有正的。哦，我老板，你真的是不要的啦，那些硬的就不要啊。等下我们都会补回给你。嗯，你再给他试一下了，你那个好，二十下。回答，你下楼。拍一下，到时候就介绍朋友来吃啊。好啊，我们跟朋友都说一下，嗯。这里我们就补回给你了。这算是干蹦吗？不是，也是那个种来的。啊，
刚才你买那个种，因为它有生嘛，啊，我们都丢咯，这里是补回给你吃这样咯。啊，有问题，有问题我们就补了咯。哦，这个是补给你吃的，太好了，因为刚才丢了嘛，那个榴莲丢了嘛，这些就是补回给你吃咯，就是这样简单了。你老板可以给我个地址吗？啊，地址啊，等一下。定位的地址。哦，定位的。然后你给发给朋友，朋友问我在哪里，我也想。买到了好的榴莲，来 Wilson 递上来，味道好大好大，看一下，这是补的一盒，这是另外一盒了，嗯，那我们买的呢，在，嗯，在里面，嗯，是今天买的是 XO 是吗？对，84块钱，我们看看买了多少啊，补的也算是给我们的嘛，哈，再看看这盒来，我觉得不错，粒粒饱满，来拿过来一点，老爸看一下，这一盒，然后把这一盒也放上。好多哎，好，我要想你吃一口来跟我评价一下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厨师，口感如何？不是特别苦，甜味比较中和，然后特别柔滑。奶油怎么样？感觉像你以前讲奶，比前两天买的还更加好吃，还要好吃啊？零一有没有酒味啊？这是 XO 是吗？XO 对，酒味一点都不明显。嗯，苦味也不明显哈，不明显，核也不大，感觉挺不错的。看我们在车上都已经开始吃了，等不及了，这个味道是太勾人了。啊，行吧行吧，那我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了。讲的好像很不愿意一样，就是。嗯，哦，一口入魂。也不比猫山王差呀。嗯。它就是一种不是那么甜，不是那么苦，也不是那么臭。我觉得它冻起来肯定更好吃。嗯，盒小奶油大，你看在那么小的盒。其实我昨天称过，我们上回买的榴莲这样一颗，比如说是50克的话，它那个盒可能就25克左右，所以一半都是壳的分量，就是这个盒的分量。这盒如果小的话其实非常非常划算。嗯，这么点才84块。对啊，看又是非常小。其实找榴莲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路边的一个小档口，一个小小的摊，随时跑的，他自己的产品有问题，还要去找上一家去换，你很难保证它会好。我觉得它的价格、它的货品都不一定好。那种大一点的能找到还好吃，那就很值了。那么贵，干脆又开了一盒哈，在车上就吃起来了。来，文森，你先尝，它有什么区别？你们两个分。它的品种还是有些差异的，你先尝一下。嗯，这个相对来说会更加甜。你拍个特写。嗯，okay，更加甜，而且会更加苦一些。哎呦，那就是像我想要的，会稍微大一点。就感觉性格更加热烈一点了，啊！我放你嘴边。不用，我来抓一块啊，试一下。嗯，就更加甜了。难怪老板专门用那个来补给别人，这个确实更好一点。哇，就它的它的味道的各种浓烈程度要更重一点哈。嗯，谢谢老婆。哇，这个太 creamy 了，这有点猫山王的感觉啊，就没有猫山王这么甜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嗯，这有苦味，而且它比猫山王更加 creamy。嗯，我没到时候到家都没有了。这个真是就是 creamy， 就它在你的口腔中均匀的、慢慢的放开、放开、放开，然后撑住你的口腔。嗯，就像上海。10月份的时候要吃大闸蟹，吃完大闸蟹的那些蟹黄蟹膏，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6月黄10月没有这种，可能是农历6月吧，搞懂了。别怕，好，作为一个小细节。好了好了，吃了一点要走了，偷吃一点应该不会发现吧？哈哈，偷吃还有明着说的。
零九，那个高粱可以，还有那个老凉的，我也可以。Casper 和那个啤酒可以一下，最好不要了。哦，最好你就不好不要了，因为热，它的 gas 在肚子里面啊，它发那个 gas 啊。哦，这个道理。完了。嗯，那个腹痛男人了。你喝红酒那些最好都不要啦。哦，嗯，难怪。SO 这样的，嗯，最好啊不要咯，因为小心哦，人一命一条哦。哦，吃几十可以都可以吃，是吧？他们有人说，要配稀有水是什么东西啊？稀有水它因为那个热嘛，那个凉嘛。啊，稀有水啊，它不会在哪里买的？它不会啊，那个药材店呢？哦，啊，药材店，药材店那边，药材店买咯，稀有水。嗯、哦，嗯，稀有这样的，没米的，要买好榴莲就是这样。对。因为他们讲犀牛水，因为是它凉的嘛，一个野水，一个犀牛水。哦，野水今天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热带生水果来的嘛，它比较热，它不是热，因为它有气，它的气味。这个讲的对啊，它的 gas 味，因为是个树上跌下来，不是泰国榴莲。如果是泰国榴莲就不可以。泰国榴莲呢，你吃什么喝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因为它采的嘛。哦，它采是甜的嘛。啊，我们这些是比较老树的啊，比较熟了，接下来它的 gas 比较厉害。哦，泰国的榴莲它割嘛，它割了都没有 gas。哦，好像那个甜甜，好像那个糯米这样，它都没有 gas 的。啊，就是这样简单哦。嗯。因为我们这些马来西亚榴莲啊，它是树上跌下来的嘛，啊，已经很熟了啊，比较好哦。你看，全部是这样的咯。哎，今天运气好，都不用再开心的了啊。有些人还会推荐那个什么山榴莲那种啊，比较少一点的那个是吧？啊，很少聊的，我们马来西亚很少，嗯，非常少的。这种小的品种你们会做吗？会进吗？啊，也是不会卖了的，不会卖了。我们要卖，现在都是卖。比较好的品种哦，嗯，没有好的品种我们就不卖了哦，因为那些以干放榴莲来的，我们叫土种，土种，对对对，啊、那种也很难买了是吧？啊，也是它没有肉那个，那个种子比较多也有，嗯、味道没有也有哦，啊，好像这个我就补哦这样哦，啊，还有补吗？啊，要少少硬，哦，嗯，硬。哦，输不透，哦，我们就补一粒给你咯，哦，这样咯，谢谢。我们这边卖榴莲就是这样咯，对，哎，补到这样大腿，这个怎么办？灭肉，灭肉，等下来灭，灭出来那个肉要肉不了，哦，啊，你听懂了？拿来做 ice cream， 拿来做蛋糕，啊咩，卖肉是吧？做其他东西，拿来做其他东西啊，果肉，果肉，要它果肉。好像客人来，我们你们看不出，我们就和你讲喽。嗯啊，有印这样哦，我们补给你吃喽。我们这边做生意就是这样哦。对对，就很好的。印太多就不要哦。哦。就丢这边哦。不是，看一下你这个老板很讲诚信的。啊，对，对吧？这里老板都这么多了，啊，补多点给你吃咯。嗯，我们就是这样卖咯。如果外面拿、啊、他不和你讲，对对对对，嗯，有的买回去不好就啊，他没有和你讲，好像这样，嗯、他按也没有讲，他按了收钱就可以。嗯、我们这边没有，喂，为什么你还拿到你？对对对，我们不讲你不吃，嗯，就是很多人帮我买进去这样。因为我们在家里卖嘛，如果你要做，你就做到好好哦，对，是吧？如果你做不好啊，这边不可以搬嘛，那个客人天天就在这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你不可以走来走去嘛？嗯嗯，好像路边那些不一样嘛。老板卖了多少年了？十二年。哦，嗯、也不少了。OK， 那好的。Cash， 109。09。卖了十二年了咯，我们这里做生意不好啊。
不会倒回来啊。如果你做不好，客人不倒回来咯。如果你做好，你的客人就大家都认识你了，对吧？就啊，就是，因为我们这边不可以搬嘛。如果路边那些吃可以今天卖这边，明天卖那边，后边卖那边，他不好不用紧啊。好了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！他来一天，他换一个地方；我来一天，给换一个地方。其实我们这边就要和你讲哦，你看，我们有小小印放进去，哇，就来了。对对对，哇，你看到我这个人很开心，这样的哦，是的，哦，好，谢谢老板啊 ，OK 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老婆。